娱乐频道综合报道，张钧甯与张翰继上部古装剧《少年四大名捕》也是继2015年后时隔三年第三度合作，两人这次不穿古装，而是要来谈场时下的都市爱情，总裁与特助重逢后的恋爱。在上部合作戏剧《少年四大名捕》中，两人在此部古装剧中作为欢喜冤家、打闹斗嘴的角色关系令观众相当喜爱。近期两人合作新戏《温暖的弦》即将上映，在此部戏剧中，两人换上时装，准备共谱一段破镜重圆后的都市爱情，给人耳目一新的新鲜感。从最新片花看出，两人在此剧中本是相爱的关系，后因家里因素而被迫分开，重逢后的两人是该如何重修爱情？此段预告释出，剧情发展让观众十分期待。张钧甯拍摄剧照翻摄自微博，张翰拍摄剧照翻摄自微博，两人远赴英国拍摄翻摄自微博。张钧甯、张翰两人七年后重逢，误会解开后重游翻摄自微博。相关影片截取自 YouTube， 如遭遗出境请见谅。